对的。今天是 Timmy 生日的前一天，他生日礼物没有跟我说要什么，说我自己会知道。那就送求婚戒指吧，应该是他要的吧。送生活上的东西也不知道送什么，因为感觉他丰衣足食，什么也不缺，缺的应该是稳定。在睡觉的时候睡不着，我一直在想，这样相处在一起会不会拖人家太久？我的青春已经过大半去了，他的青春刚开始而已，可是也不能跟我一直耗着，给个肩膀，给个责任，给个交代。给个欢喜，给个惊喜。有去租了饭店，简单布置一下，到时候如果成功，跟求婚纪念日一起过，一举两得，一鱼二吃。现在工作相处都蛮成功的，整个感受平平稳稳。中间当然是常常大吵小吵，啊也大好小好。他再喜欢我，也不可能让他求婚吧？结婚这种大事就男生来吧。求婚啊，出门来去看求婚戒指长什么样子。这里哦。戒指一大堆，小龟团团，保佑一切顺利。越大颗展现的心意，这个等于是那个黄金的意思，对吧？没有，这有点吃牌子啊。不过你当然要去便宜点，那去银楼。吃牌子加它的那个克拉数。对，可是钻石的钱。戒指那是另外算，至少一万七。好的，我再加这个价钱。对，买到钻戒了，还蛮特别的。听那个柜台上钻石课一个半小时，了解自己要的东西。我要提早半小时进来，把一切都搞定。这个女的，我只是戴好玩的。好，你现在的这个平头刚好。好奇怪哦，明明戴很丑。不会。不可能是这个吧？来吧，口罩脱掉。我的麦克风。你自己买的，我买的，自己买过啊。生日快乐，坐这边，念出来。FBB25，没，念呢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不懂英文？不懂啊，嫁给我。好吧。真的假的屁啊！真的假的啦！你看，哇！九月二号很重要，答应吗？答应。国安迎王俊杰。
哦，圈圈，来一起吧。我在发抖哎、欸。我也是发抖。是真的假的？就这样啊，往这条路走了。生命中多了一个重要的女生了。吓到了。我也吓到了。没有哭，我也想哭了。你哭这个。很紧张，很怕吐词。我以为是来过生日的。对啊，有过啊。你英文是不是很久没看？我没有看，自从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前。啊，半个月前那么快？我好几天没睡着，我就看你，我在想说你来台北你要多久？啊，你们这边是为了工作吗？为什么跑过去？不能耽误你青春那么久。啊，我也没青春了。哦，我也替你想，你青春都花在这了，你接下来要面对别的男生，要从零开始，又要跌跌撞撞，那跌跌撞，你都已经在这里有翅膀了。我今天有失败的准备，你跟我稳定又不代表一辈子给我，我有把握的是，你现在拒绝我，我还是能表现给你看。我们以后只要有任何的小小口角，以后就开这课给我看，这课就是开关，你就问我，反问说，确定还要念我吗？请问你那两天在忙什么？叫叫叫！好奇怪，这是求婚